Today, we have for you an exciting new video.今年十八岁，然后为什么会来到这里练武呢？是，因为我觉得想要保护好别人，首先要强大自己。少林俄坡舞院是我们学校的名字。 5 a.m. A daily training session. This is Jun. In just a couple of months, she'll graduate. She and her 27 classmates are all running to start the day with a warm-up. In the dark, we somehow managed to lose Chan in the crowd. You can't be a drop. 然后跟着妈妈长大，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练舞的原因之一。因为父母离婚嘛，我想好好保护我妈妈，因为家里面只有两个女人，没有男人。以前在家的时候，反正参与一些家庭的原因，所以我觉得能来到这里，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自我身上发生哪些变化？变化老大了，就是我先让我好好思考一下。我刚开始练武术的时候不会扎头发，也不会洗头发，也不会就是生活不能自理。但是现在让我变得一个很独立的人，有得就有失嘛，对吧？为什么你什么都想得到呢？岂不太贪心？就是得到一些就会失去一些东西。 与其羡慕别人，说不定别人正在羡慕我们呢，对不对？少林俄坡舞院，对，然后现在带去我们学校转一转，好吗？然后进入到学校，这是同学们在训练，然后这也是训练用的架，这是训。 然后就是每天跑，这个是棍，然后呢，这是刀彩，这是刀柄，然后呢，这是刀刃，对，匕首，三节棍，就是这样。老师好，现在是上午，大家们都在训练，然后呢，这边是住宿楼。 这里的小朋友大多都三岁至六岁，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小，对，他们就是苗子，祖国未来的栋梁。要敲一下门。对，这里面是跆拳道，舞狮班，舞狮队的，对。然后呢，前面是我们的餐厅。 你这样做让我很尴尬，因为他们都不理我，就是你害的。然后
这个柱子当人很多的时候，当人特别特别多的时候，我们经常就会砰，然后就会非常疼，非常疼，非常疼。然后这是一个下坡，当下了很大的雪之后，然后呢坡都冻成冰了之后，我们就会在这里滑滑滑。这是住宿楼，这也是住宿楼，这里很多石子儿，如果早上天太黑的话还很容易摔倒。风景是不是很好？阳光又这么好，我还站得这么高。我特别喜欢爬的那个山头，跑步的时候跑到那个山头，看那个山头是不是比这个地方要高，要高很多。每次训练的时候我都愿意偷偷地跑到那里，然后去看很远很远的地方。经常这个山里面会有野鸡，就是野生的那种野生的动物，什么小兔子之类的。然后呢我们看到那些野鸡啊小兔子，我们都会去拼命地跑，然后去追它们，但是我们没有一次是抓住它们的，因为它们跑得实在太快了。其实我们都是在训练房里面训练，但是我们每一个星期都会来跑这个山，然后跑这个山的时候我们会非常自由，因为我们有一种被放生了的感觉，有一种变成野生动物的感觉，然后我们就拼了命的在这座山上跑啊跑啊跑啊跑。哇，好远的。我们到了这个山上面了，我们可以看得很远很远很远，还有我们可以看到对面，对面是另外的武术学校，名字叫塔沟武术学校。我们学校如果追溯它的办学史的话，要在300年以前了。作为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让男生和女生在一块打，男生女生对打，这样对打以后呢，男生更加坚强的意志品质就把女生给传递并带动了起来。所以说我们就是正确的巧妙的运用了他们的差别，让女生啊的管理更容易一点了。六年级一班有45人，六年级89页，分析度数函数。Yu was made to leave the classroom and is sitting in the gym waiting for lunch. She should be practicing, but doesn't really want to.我只知道我6岁搬到广东那边的，然后3岁到5岁的时候都是住在河北，跟我姥姥在一块儿。我爸和我奶奶不喜欢我姥姥，然后就自己就在外面租房子，然后我和我妈就住在我老家。Lunchtime. And everybody's given the same food. A meal of vegetables, bread, rice, and chicken. Everything is tightly scheduled. Everybody knows Jun. She's even given an extra helping for lunch.平常玩的时候我们这样子玩，然后
如果伤到那个人的话，就帮他看看咋样，然后如果流血的话，就帮他抹点碘伏啥的。有时候就是因为一个小东西来回抢，抢着抢着就开始闹别扭了。这个呢是娃娃，这个娃娃是我舅舅送我的生日礼物，我非常喜欢它，我把它借给了我们宿舍的陈丹同学，我借给他玩。这是刀，他能够拿起来练武术。我是上语文课，我的语文作业没有写完，老师说如果我写不完的话就不要再去吃饭了，然后呢我就赶紧的写，然后之后写完了之后我就觉得我的写字速度变快了。你们自己要去抓紧练习，我今天教你们新的一个动作，你们自己要抓紧到时候通不过的人要留校。来会有一些差距的，差距就在于，他在家里边的话，一般都是送过来女孩的话，一般要是说父母的话送女孩，他应该是说，要不然是女孩自己喜欢武术，要不然是在女孩在家太娇气了，想让她改变一下她的习惯，会很不听话。走。Yu hasn't gone to practice. She said she didn't feel well. The coach is giving all of his students a hard time, and while everybody else is training, Yu rests. 过不了时间后，四啊，就四天了，一二三四，考试了，到时候一堆裁判、教练这些过来给你考试了，你过不了，是不是？不行，睡觉，那晚上还要上课呢。哪什么？那我们就去，快点。刚吃完饭，你没吃饭呢，走喽。等会儿。好了，我们今天呢，教练然后教我们学了一个国家第三套拳，然后呢就考试，就看第一台吧，还是好，没事吧？Jan's decided to help a group of junior girls prepare for the coming exam. 好了，就看这个了。我们屋的女孩子逮了一只老鼠，是用那个粘鼠板，然后粘住了一只老鼠，没有人敢去动。大晚上全部都醒了，但是没有人敢去动那个老鼠。结果是我们屋最可爱、年纪最小、最觉得胆子最小的人把老鼠弄出去了，我们都觉得很不可思议。我们这些看起来强悍的人却没有发挥作用。把被子都摊开啊。
我们都是练武术的，然后我们是住一个屋的，我们都是功夫女孩。6 a.m. and Jian returns from morning practice. She has a busy day ahead. She must write a letter to her mother and help the junior girls group prepare for tomorrow's Kung Fu exam. I think they are like me when I was young. Because I was very young when I came to learn dance.他们也像我小的时候一样，就对很多事情都充满好奇，然后而且不觉得累，而且肯于去做。哎，我的眼镜啊，我的眼镜就是在这边，这眼镜就是放到这去的，就是在这。哎，我找到我眼镜了，你们都没有人了解我。刚才那个节目好看吗？好看。那你觉得谁唱的最好啊？唱的都好吧。以前我爸爸妈妈就是一个月来一次，我爸爸有一次在河南这边工作过一段时间，他一个星期来看我一次。我爸爸过来看过我，妈妈也过来看过我，其他的家人都不知道这怎么走，所以他们就没有来看过我。我在这个学校一年只能回家一次，有时候会给爸爸妈妈发短信，还会给爸爸妈妈打电话，跟他说我在学校很好，不用他们担心。It's Parents' Day at the school, but no one came to visit our girls. Gong is quite upset and asked if she could borrow a phone to call her mother. Mama, this is my sister's phone.不用了，妈妈。我们现在在拍谁？妈，就是你。妈，我们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我们10号。10号考试啊。去加油！好看吗？你的坎能去了都快去，不能去了不能去。那这样你不是，我说你看你不是，你选你上咱家里，一天洗菜够没够？可以。咱这一个人减吧。你好看没？好吧。你看我平常吃苦。2、3。Like any other schoolgirls, Jian and her friends like nothing more than to get together and gossip. She's telling them about her training sessions with the junior girls.我第一次面对镜头是什么时候？是当时是有莫名其妙啊，那时候还很小。This evening after classes,
Some prepare for tomorrow's exam. Personal belongings aren't encouraged. Only one tablet is allowed for every five pupils. Other students are practicing for the coming graduation party gala concert.10分钟，好吗？好，我抬头。来，散开，散开，散开，抬头，散开。好，压一下，先走弓步冲拳。对，很好，不错，用力啊，从腰间发出去，从腰间发力，对，后往打成一条直线。 知道吗？这个拳在这里，走。6、7、8、9。好，立正，转过来。你确定你练对了吗？因为这个后扫原本。后扫是360度的，对不对？我好像弄错了。对呀，那你为什么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呢？有错误就要承认错误，知道吗？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不要一味的逃避，一味的找借口。你还小，知道吗？好，进队。你还不错，你也可以，有进步。问题最大问题是你，知道吗？加油，好吧，明天考试，好好努力。来，下课。 Several junior groups attended on exam day. Jan's come to watch.站成一排，站成一排。我的测试啊，你达到那个预期的，对我来说就达到你预期的效果，还不错。太极，向前好。再你们上前一步，再上一步走。啊，这是今天下午算合格了。去，你们几个去一边。来，你们三个，过来。啊。 啊，你们没有合格，但不过还不错，只是个别的东西缺少一些经验，多去练习，没事就自己加班去练习，啊，去不会的去找别人去互相交流沟通，啊，失误点你，然后全部集合。 讲一遍。 今天这两个表现都不错，然后呢，就是你今天为什么上去那么慌呢？啊？你为什么不说话呢？就是觉得，没有练好，然后就不想讲话了，是吗？没事儿的，以后慢慢再努力就好 ，OK。
要再努力就好。OK。After lengthy negotiations with the school board, Jan was allowed to come with us to the Shaolin Temple. She'll soon have a choice to make: to continue her training at the school or go back home to her mother.许了一个，希望佛祖能够保佑我的愿望，保佑我顺顺利利的，平平安安的，能做成自己想做的事情。每天快快乐乐的，高高兴兴的，学习、训练、生活下去。希望我能在未来，不管什么样的路上，能够快乐的成长。保佑我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最好的事情就是刚好你的努力碰上了机遇，然后你就成功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年龄阶段就是处于不断努力才能抓住好的机遇。我特别喜欢，我觉得真的很幸运，因为中国文化非常博大精深嘛，有这么长的历史，这么五千多年的智慧。然后呢，我能生到这个年代，刚好是一个和平年代。并没有放松易筋经的艰苦训练，面对多元世界，只有适应变化。此刻的他，梦想起飞的舞台已经更大了。那是时间的力量。没有成那一说，只有坚持才是没有边缘的。Hello.Welcome to the online distance education course. The Wushu Shaolin Kung Fu online distance education course
is designed for students like you without access to a studio nearby. The program is available on DVD, download on demand, and streaming through our website. If you enjoyed the video,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and visit us online at wushushaolin.com.